邊位議員要發言？我在這裏畫埋條線㗎啦，咁就畫埋條線要講嘅，可唔可以？唔係，但喂主席，如果你畫線要講埋俾所有人聽喎，真係。我而家講曬俾所有人聽，我冇話，我而家畫線。你好細聲，你講得。我對住個麥講嘅，好嘛？咁我都要處理個，我要處理個會議啊，係咪？唔係處理會議係俾每人都發言噶嘛？依、這個時候點解要劃線咧？基於乜嘢原則你要劃線咧？我咪而家話俾人劃線，你可以撳鐘你劃。咩點解要劃線啊？依個係我嘅決定嚟嘅，李卓仁議員。點解你做呢個決定咧？你李卓仁議員。咁過分啊！你主持會議。主席都唔知道有冇即係大家喺度 WhatsApp 緊話快啲劃線咁樣樣啲問題，即係而家就搞到咁樣樣啦。即係第二日所有啲主席。都不知道怎樣跟議員去打龍通，所以整件事為什麼這麼嚴重就是這樣，你們建制派經常都說曾鈺成沒有不公正，沒有不中立，根本很明顯的整件事本身，大家不要在這裡抹大眼說謊，